这个歌，因为我这次跨年唱的歌其实都还比较正 happy 一些，对，就比较快乐。嗯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可爱，可以穿的比较快乐一点。猜猜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又回到海口啦，我们美丽的海口这座城市。很多人可能一听到海口就会觉得海口第一反应是它很暖，然后冬天很适合来这边度假这样。但其实海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，就是它的美食很厉害，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带大家一起去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。随便搜一家店应该都还蛮好吃的，所以我们就在酒店的附近找了一家看起来很不错的大排档。走吧。我们现在来的还比较早，现在人还没出来，一般据说是到了晚上十点之后可能会人会非常多，因为大家都过来吃夜宵。看，好多啊，好多大排档啊，感觉会很好吃啊，很期待。走了吧，好久没有回来了。他会带你，感觉你学出了学到了精髓，可以如他男朋友的感觉。啊，他已经坐上去了，那个时候心脏不太齐了。他会在那里等你，对，他会提前起。这都是一个不高的，对，不高的，你坐就好了。所以这个还是要踩一下底。哦，这就是要换的，换哪一句？给那个上层的，那个跟咱没有，咱们其实舞台上最需要借力的就是，让他整体。我净唱，你听我，对你引用，如果能听到钢琴，你就说了。可以，就加上那个刚用的那个劲，就是我钢琴弹完，我们一起要进来。